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欢迎来到第一期还没有想好标题的杂谈系列。主标题等我灵感再说了。那本系列将随机闲聊一些本周我看到的手游相关事件。首先是明朝5月8号正式结束了看起来像是二测的内测，并于5月17号发布了本次的结案报告，将最多人喷的剧情列为优化重点，包含剧情架构、人设、语音等，其他就是卡顿跟战斗玩法的优化。虽然看上去诚意满满，但最重要还是要看主要投资方腾讯爸爸有没有这么多钱让库洛继续这样烧，以及还有没有时间愿意干等。毕竟这款游戏预计也是要走国际同步发行的策略，战略布局都是要提前规划好的。当然还是比较希望他们能进一步跟玩家面对面的直播，应该能更好的发现问题，并碰撞出各种改进的想法，才不会又这样继续关门造车往石胡同里打转。真的很怕下一侧又整出什么花招了。不过在这其中，我看到最有意思的评论就是，当有人骂这款游戏不行的时候，就会有人护航说这款没有问题，不要拿谁谁谁来比；但当有人说这款可以公测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是不是想要这款游戏死？这个看上去还真的是挺抽象的，当然可能其中有些反串钓鱼的。不过其实最近这样看下来，我还蛮认同一个观点的，就是所谓这个开放世界的标签一直以来都是个幌子啊，很多厂商纷纷入局后才发现中招了，结果很多打着这样标签的作品都翻车了。我其实也有讲过，很多厂商并不是依靠技术力多强、资金多雄厚就能开发或者复制出一款好玩或者热卖的游戏，很多像是企业文化、对待游戏的开发方式、粉丝的支持等，这些很多都是那些看重盈利的厂商无法学习的、啊、就跟那些三流的换皮厂商一样，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是人模人样，但一张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接着就是二次元的美少女射击游戏《城白禁区》宣布于7月20号正式公测，但最近它还在进行封测预约。其实我是觉得这厂商真的太急了，感觉这款热度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高，而且到时候封测有问题的话，你厂商来得及改吗？或者只是想要骗一波内测付费，并没有想要长线经营这款游戏？也希望这款不会卷死在今年的这波二次元浪潮上吧。而且你官网预约才12万，下面那个预约达标奖励怎么已经破百万了？又是什么神鬼灌水操作吗？再来就是最快被和谐游戏《行界》这款路板在5月19号正式公测，主打一个反乌托邦剧情的放置挂机游戏，然后在刚开服的第一天就因为角色立绘太色而被和谐了。老实说这个尺度真的也不怎么样，你去别款捞一捞可能还要比这款更色的。不过这款的玩法是真的普通到爆炸，但它的剧情文案我在内测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来开一期评测。Konami 起诉 CYGames 案件，这应该算是近期日本手游圈挺大的事件了。我本来以为到截稿前会有新的进展，不过看来还是要等下周了。大致内容就是 Konami 认为 CYGames 旗下的赛马娘在游戏的部分系统上侵犯了旗下实况野球系列的相关专利，要求赔偿40亿日元并停运该游戏。而在我查资料的时候，在2021年时就有人提过相关的讨论，而当时有网友认为虽然相似度极高，但 Konami 手上很多相关比较有针对性的专利也在2020年时就过期了，而赛马娘是在2021年上架的，但 Konami 其中有一项专利在2013年递交相关申请以后，之后还有继续不断迭代更新好几个版本，这可能 CYGames 没有注意到于是大意了，也可能是引起双方交战的导火线。而过去 Konami 也有针对旗下1997年的街机游戏 Beatmania 对音符下落跟回馈方式申请专利，而后续一堆开发游戏如果有使用到这项技术就必须要缴钱或者绕道避开，不然被他抓到就是告一波。后来确实也好几个厂商吃过这个专利炮，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像是被针对的都市传说吧，镜头透视处理的专利，就是在转动视角有障碍物遮蔽角色的话，障碍物会自动变成透明。但其实握有真正相关专利的其实是异世界叔叔最爱的 SEGA， 而这类相关文章反倒比较少人关注。但 Konami 确实有类似摄像头的专利，不过两者影响的范围不同就是了。但可能 Konami 的一些作为导致他的风评一直来也不算太好，以及大家都想各种 fuck you Konami， 情绪输出占大头，毕竟跟着声量大的喊准没错。当年任天堂也有针对可乐普旗下的白猫 Pajar 发动他的动漫部最强法务部，不过在当时那个事件算是可乐普自己作死，借用别人的专利然后改一改，想拿去申请专利才惹到任天堂。不过当时那场官司就打了3年多啊，看来这次也是有得好。而具体的侵权内容还是要等双方法庭交战的辩证后续，所以各位看文章的时候也请理性吃瓜，用键盘输出情绪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最终双方和解的几率应该也是挺高的，而且即使要赔款，这对 CYGames 也真的是小 case。光是靠赛马娘这款游戏今年上半年日服就进账近260亿日元了，但停运是想都别想了，这个会赚钱的金鸡母就这样要他宰掉，根本是要他的命。那最后就来聊聊台湾近期各种粪便广告乱象。
因为实在太多了，我这边就只举两款。首先第一款是前几天介绍的《坑之岛》广告，除了用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吉卜力相关作品的，另外还有这张2021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动画《夏日幽灵》，再来就是最近很红的《我推的孩子》，厂商也真的是挺敢的。这种描图等级的抄袭，美术该不会是小学没毕业吧？还是仗着有缴保护费给 YouTuber 就能为所欲为呢？另外就是这个《魔力宝贝新世界》当时的陆版宣传图，左下角的那个城堡是直接被沿用啊。不过这点倒是没差，你们就去内斗吧，反正不关我的事。然后还有别的画师的作品，连改都没改就直接使用。还有这个非常经典的登上沙小纽约纳斯达克荧幕，然后后面就是说获得什么根本没举办的2023年的 TGA 大奖，各种虎烂台湾手游黑马，最佳动作、最佳视觉、最佳剧情，什么请来好莱坞专业动作演员、动态捕捉技术、精致细腻的场景等，我真的是无力吐槽了，真的是别给台湾招黑啊！台湾自研手游是什么环境，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也用不着你打虚假广告硬台了。我是真的怕别的国家会误会啊！还有现在抽奖是越搞越大是吧？抽包包不够，改抽墨西哥来回机票，是方便偷渡到美国吗？台湾人应该还没有落魄到需要到处论到别的国家吧？我之前在影片都说，如果你真的有中大奖并且领到的话，欢迎来留言。结果只有被骗的来骂厂商。另外一款就是鬼鬼代言的阴间游戏《天际传说》。主打沙小 AI 加 MAO 玩法，这个谁信我就笑他一坤年了。与其说这类产品是个游戏，更像是靠艺人网红流量加持后的信仰。产品与品质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只要能卖出去就好。代理商相关请参考之前的暮色双城或者圣耀，反正就是同一间啦。厂商总是能凭借自己的媒体势力找来各方艺人站台，这点真的还是挺厉害的。但一般人就算被骗，都这么多次了，也应该会察觉吧。而越来越熟悉厂商这些操作以后，我现在第一时间就是去看这个艺人近期有没有相关的讨论。那显然厂商可能是想继续沿用来把营业中的话题来带动，但没想到第二季鬼鬼他退出了。不过也无所谓啦，反正这个能蹭的网络声量还是有的，不会少赚到哪里去。而且老实说，这个 AI 技术还不完全是唬烂的哦，至少在广告方面，厂商确实是使用到这个 AI 技术的，像是把完美旗下的游戏宣传图丢去为 AI 生成。如果我稍微理解这个技术的，就知道这种图生图的模式会去除绝大部分，但还是会保留一小部分的特征。就像原图左下羽毛装饰就被 AI 算成了迷之头发。另外就是这个 3D 女性模型，那最明显就是你把图片放大以后，除了特有的手指变形以外，原图中指缝特征也被 AI 还原算出来了。还有这种原图咪就很好看，你直接抄就算了，反正都要搞诈骗做坏事了，还在乎良心的问题吗？丢去 AI 算成什么鬼样子？还有这种一看就是 AI 或者 3D 建模的图了，因为这种后置渲染出来的质感非常的明显。然后咱们刀剑神域的同人也被拿来了，建议作者或厂商如果看到的话，快点去提告，给这些厂商来一点心爆的震撼吧。还有这种被大家互相借鉴到烂的构图视角，但我觉得厂商应该是借鉴《问答 RPG 魔法使与黑猫维兹》这款游戏。不过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上一款目测是同一张，这一款又是同一张，然后下一款改个名字就继续使用，无限套娃是吧？其他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完全没有一个素材是来自他游戏中的。除了艺人是真的收钱来打广告以外，其他都是 gay。而这家厂商过去端这个产品也真的完全没有什么变，除了靠广告跟画大饼以外，其他就是完全的降本增效，唬烂韭菜用的。但其实真的不怪别人，受骗上当也是自己的选择啊。不过也没关系啦，毕竟韭菜继续被骗，我们才有乐子不是吗？那如果未来我找到陆版再来开箱吧，如果没找到的话也就算了。那本来其实还想聊聊腾讯跟网易的游戏发布会，看看有什么新东西或者爆点分享，结果看完以后还是各种已知的旧东西跟各种画大饼的概念 PB 啊，连上面那些换皮广告商都不如，看起来就很像在应付股东，像极了在公司开会，各种毫无重点，不知所云，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枝末细节放大检视。如果你真的想大声去改变什么，那个迂腐体制会先解决你这个发现者。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明德，我们下次见，拜拜。